自己的好色程度来几分啊？九分。就会要求自己的男朋友他身体要好吗？啊，那肯定啊。那如果老弱病残的话，那应该不太好吧？这么优点，搞笑，搞笑。对自己身材哪个地方最满意？身材啊，他们说我胸比较大，就是会幻想一些东西。天脸好，巨蟹座，1.5米，而且是单身吗？对，你会不会非常难追呀？不会啊。有没有什么拿手菜、啊？我很会做新疆饭，家常菜都会做。很喜欢这个人，你会不会考虑说不要彩礼？会。十分的话，给自己的身材打几分？10分。前凸跟后翘，你会怎么选？我喜欢后翘。男生好色一些还是女生好色一些？女生。那你好色吗？还好。十分给自己的好色程度打几分？9分。9分，这就好。会要求自己的男朋友他身体要好吗？啊，那肯定啊。那如果老弱病残的话，那应该不太好吧。Hello， 我叫刘刘，今年22岁，我是本科，兰州理工大学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呀？财会。那你现在是单身不？啊，是的。你说实话，你自己想不想谈恋爱？想啊。对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啊？我比较喜欢就是黏着我的。喜欢黏着你的？对，我也喜欢黏着别人。喜欢黏着别人啊。那小姐姐，你会建议自己的男朋友比你穷吗？会。如果说有一颗奋斗向上的心的话，也是值得就是去托付的。我觉得男人应该人穷志不穷。加油。有什么想对未来男朋友说的吗？快点来。是属什么生肖的呀？蛇，双子座，1.63米，新疆人，本科，行政管理。想认识一下的话可以吗？可以。所以你会不会很难追？应该没有吧。不会跟长得不好看的男孩子在一起吗？我觉得也不一定吧。会做饭吗？会。有什么拿手菜呀？鱼香肉丝。有什么优点？搞笑。搞笑。会不会想找一个也是搞笑男的男朋友？嗯。对自己身材哪个地方最满意？身材啊，他们说我胸比较大。有本事冲我来。Hello， 我叫文文，我身高是1.63米左右，我在前海。你觉得像你这么优秀，身材又很哇塞，你觉得什么样男生可以配得上你呢？我其实觉得在深圳来说有非常多的帅哥啊美女，然后我的这样就很普通，然后大家就是真诚很重要。你觉得现在的男孩子如果没钱的话可以谈恋爱吗？如果不是靠家里的正常的一些刚毕业的男生都没有什么钱，面临什么失业呀、找不到工作啊等等等等的压力都很大。如果有个男生他对我是好的真诚的，我们可以互帮互助，一起拼搏。那小姐姐，你最近是单身？我现在是单身，来找我哟。